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，我是盛楠。绝技绝活是对人体极限和技巧极限的一种挑战，表演者需要毅力和胆识，更需要一份智慧。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元旦特别节目《迎新嘉年华》，共同欣赏中国绝技绝活带来的震撼。新年新气象，欢乐来相伴，小品、相声、妙语连珠，让您开怀大笑；明星大反串，说学逗唱，热闹非凡。中国文艺与您共赏元旦特别节目《迎新嘉年华》，陪您一起跨新年。不仅人类身怀绝技，可爱的小动物们也个个身手不凡。您见过会骑自行车、投篮、拼图的鹦鹉吗？下面这个节目肯定会让您大开眼界。动物这些意想不到的才艺，肯定是它的主人在它们的身上投入了许多精力与耐心，才能得以它们在舞台上的精彩绽放。原地后空翻，这比人翻还高呢。这是干嘛呀？这是打篮球哦，踩球。嘿，你看看我们的猴子比人还灵活呢。豆豆，豆豆，呵，哎呦，好。嘿，你看没有，四个腿俩腿都行。好，好，好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好好。嘿，哈哈哈哈。哎呦，改动作，哎呦，没变化，不错不错，哎呦呦，哎呦，我说，我不当这队长了，走，别冲我来啊，加油，豆豆加油，哎呦呦，好，好，行，停。手脚刹车，你没看见？来，哇塞，就冲我来，我离远点。好，停。我不怕他。篮球走，没进去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来，等等，来来来，拿住，走，来，打，加油，站着，好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次，好，走着，好，还有什么？哇，打
起。冲我来！加油！好，停，停，好，好。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小只，我叫刘波。好，飞鸣，这只鹦鹉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葵花凤头鹦鹉。好，我们欣赏一下骑三轮车。一下投篮，怎么样，学姐？看我们投的技术，太靠谱了，三连冠，一个都不带失误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再来，我们欣赏一下智力拼图，好看一看。两岁的孩子。谢谢，你们可以站到旁边。天哪，咱们小时候都玩过这个是吧？来下一个，看看这个，不是，哎呀，对了，他能过五六十年是吗？对对对，真棒。跟小孩似的。好的，非常棒。哑剧是用动作和表情表达剧情的一种表演形式。2016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上的节目《影院故事》是近些年来为数不多的优秀哑剧作品。这个根据上海滑稽戏改编的哑剧，以诙谐、幽默、逗趣的肢体表演，讽刺了在影院中的一些不文明行为。
今年赚大钱。富裕术是一门十分古老的技艺绝活，据说起源于古埃及，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。观众们最熟知的富裕表演者当属来自台湾的刘成。在201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，他与布偶搭档空空上演了一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富裕绝技，让人惊奇不已。邀请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魔术师耶！ Yeah. 你是魔术师，会表演魔术？当然。好，大家要看空空表演魔术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来呀、啊！碰见电魔术的可以回家了。喂喂喂！不要没礼貌，告诉大家你要表演什么？今天要表演的就是什么呢？飞起来。飞起来。等一下哈、哦，空空啊，你是鸟，你表演飞起来有什么好看的呢？你搞清楚哎，怎么样？我是鸟，我是鸟，我是假的鸟。我，你找拿伞啊？不是，好好好，就算你是假的鸟，怎样？那飞起来没什么好看的，春晚好不好？表演一个厉害的好吗？这样哦，考我？对，就考你，来呀。好，来，手借一下。手怎么样？来。啊，好好。快点。啊，知道。手，然后呢？底下接着，这边吗？好看好，厉害的来了，1、2、3，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是蛋啊？你下蛋啊？你是鸟，你下蛋，这是魔术吗？问题是呢？问题什么？我是公的，谢谢大家。我。你公的会下蛋吗？这就是魔术啦！我受不了他了，来，我们给空空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应该大家没什么机会接触富裕哈，因为是春晚的节目，所以这样好了，我们找一位观众上台来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位先生，结婚了吗？结了。结婚了，太太有没有来？在哪？在我边上。哦，左太太，不好意思，借你先生用一下。左先生。富裕是有难度的，但是呢，今天请你上台，你可以当我的搭档，好不好？我人很好的，我特别替我的搭档做了一个小道具，这个道具看好，哼哼哼，这是一个面具，你看啊、哦，这个面具的嘴巴会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今天就麻烦左先生戴上了 ，yes， 可爱吗？可爱，好啊、那就可爱到底吧 ，yes， 好，好，我们开始了，左先生。您就对前面微笑就好了，都不要走。好，左先生，第一次跟你合作很紧张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非常的好，耶、yeah ，还好吗？很好。我觉得你的声音怪怪的。都是你说的？哦，是，都是我说的，耶、yeah。太太有来？有。有什么话对太太说？来，比着太太，来，手比着她。亲爱的，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人啊！爱你，爱你，汪汪汪汪汪。好了。好了，只是这样爱而已吗？有什么要给他的？亲爱的，我的小金库在床底下，你自己去拿压岁钱。哎，好了，这样就够了，我很大方。知道了，来，我们给左先生掌声鼓励一下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还要表演。你还要表演？难得上春晚啊，还要？你要表演什么？唱歌跳舞。唱歌跳舞？大家要看左先生唱歌跳舞吗？对，我们时间不够嘞，不，我们要问本人愿不愿意，好不好？左先生无所谓的，点头摇头无所谓，要还是不要？摇头。我一定要。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？我肯定要。
我搞不清楚了，我音乐都预备好了。你音乐都预备好了？是的，音乐来。我真的有音乐，那我们就来玩一下了。OK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双脚这样站好，来左右左右来了，一二三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深？很好嘛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对大家这样，哇，轻轻地一个吻，轻轻已经打动我的心。你唱的不错嘛，都是你唱的。哦，是，我姓卓，我爱我的太太，我爱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拍手。还有，来最后一点点，来，我们有点诚意，来，我们单膝下跪 ，OK， 来，把两只手举起来，两只手，来喽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深？大家一起来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最后一次喽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。苗族姐妹花龙真娣和龙秋兰表演的节目《绝技之花》可谓是步步惊心。日光灯管上面放着小气球，小气球上面又放了高脚酒杯，两位小姐妹站在酒杯上面，还要表演嘴叼烟斗、旋转飞盘，如此惊心动魄的表演和设置，可谓险象环生，真是让人不敢大声喘气。
随浪迹紧张。